怎么这么早啊？这还早十点半了。哎呀，哎呀，哎呀，我刚开播，帅。我今天吗？对啊。哇，今天穿了个西装，好久没穿。今天穿的深 V 啊，关你什么事啊？呀，好开心啊！有什么好事啊？没好事，我们在说就是我们在这小太阳穿了深 V 啊，今天。好久没穿了，很兴奋。有多兴奋呢？有多兴奋你就别管了吧，有对象的人谁都别管，我也别管，那你要谁管？我要，我想谁管就谁管。有对象为什么就不能管你了呀？就有对象的话管太多了，谁没有对象我要当唯一。啊，是你们说的对，我没有就不能管你，我们就说你，我是你的好闺蜜。就喜欢那种没对象。那你现在砍了，你别跟我们做闺蜜，不让我们管。我靠，说你两下还不行了？不好意思啊，我砍了，砍三刀，砍，每个人都砍掉，你砍。哎，算了，我怕你们没朋友，一点啥都没有，我就给他支了支他自己这么干嘛？你要走就砍，对不起，我砍了，砍，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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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下来，你别做假动作，你有种你就砍。我这个我手是有戏的，你没看见吗？就想砍又舍不得砍，算了，不砍了，砍，别不砍了，手好吧？哦，好好，一下，他这样子，老铁，哎，他砍，他说，这怎么办呀？哎，这样子砍的，这样砍的，神经病！我靠，爱情是这样砍，爱情，爱情，爱情砍，很到位啊，就是这样砍，这样砍，这样砍，嗯，笑死我了，我要手这么好看，舌头还要伸出来，哎呀，哎呀，女生，哎呀。我们没人喜欢看这些蓝思思，别擦边啊，主播，我们没人喜欢看这些，真的很 low， 你看给李烨看的脸都红了。他哪儿脸？他哪儿看的脸红啊？他就是看脸红了，你吃醋了？他就是看脸红了，他就是看脸红了。你吃醋了？你吃醋了？他看脸红了。你我，他就是脸红了，吃了一点。人家林彦你自己看的脸有多红？对，你看他好害羞。他看蓝思思，这样看脸红。吃了一点醋，吃醋了，吃醋了，不敢承认，还不敢承认，还要面子。我靠，你这个是喝的啥呀？乌龙茶。这样子我会觉得我很有魅力的，知道吗？你确实有魅力，确实有魅力，确实有，确实有的，就是有，确实有。你刚刷的那两下脖子，虽然我感觉就是有点擦边，但是确实心跳了。我觉得，我觉得擦的，你是个人就是会心跳的好吗？就是跳快了，擦的很清澈，我觉得很好，一点都不有。我在学爱景，哎，爱景好久没一样，那完全不一样，嗯。好久没见到他了，明夜又是一言不发。你说句话，你说他除了刚刚让你砍，他没有说过任何东西啊，除了让你砍，小天，你自己看出来什么东西了没有？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你要怎么挑拨我们之间关系？你说吧。等一下，我看看。挺好的，我想大家姐妹情嘛，姐妹一场空，一场空，姐妹打水一场空。就你挑拨，我们是 F 4，跟你有什么关系？北京一姐，你现在是，他现在是北京一姐，是吗？人家住北京去了，人家去北京住北京，那融入不了了。北京一姐的话就融入不了了。对啊，嗯，确实。我们是成都的，自卑了，自卑了，自卑了。我们成都的，圈子不同，我们不应融。我不是北京的，你住过去了就是啊。那你还上海呢？我住在郊区，我这边离南京近。我也在郊区，我在那个顺义，我在。你家一千多平，你跟我说郊区，郊区也很贵啊。这个酒店一千多平，不是我家。我不相信你一辈子住酒店。我这你总会落户于那边。什么酒店一千多平啊？听都没听说过，天哪！不知道，他现在很高端。什么酒店？好想看看啊！好高，好想看，好想参观一下呀！有没有机会？今天就是赢了的话，你段位这么高，带我们来，我带你们去那个宝格丽转一圈，好不好？带我们看一眼，哇，这个宝格丽！你要是输了，给我们看看好不好？介绍介绍这个酒店。这个酒店有什么好介绍？它是个设施，看看设施什么的。嗯嗯，可能都没见过。那可能都是自动的，小爱，小爱，开门！我操，小爱都 low 了啊！小爱 low 了，小爱 low 都行了。先做连锁酒店都小爱。人家可能讲的是英文。哦 ，small love，small love，open the door， 就直接打开啊，什么不知道，因为 open light 开灯很不容易了，大家都谁很不容易啊？
没有，他们说好多人都不直播了。嗯、所以老铁，咱们就是且行且珍惜。昨天小 C 还跟我说他要退网呢。是吗？好多人最近都这么说。小 C 也真的还假的？怎么了？主播圈发生什么事情了？都是被你们这些大主播打的。不知道，真的好多人都很多人不播了，都不播了。我靠！红不起来呗，那肯定就不播了呗。Oh, 又没人聊天，没人上票，没人上票的，一天坐在那里坐五六七八小时，我可不没人上票，没人打分。你说的有道理啊，有道理。一天还没有服务员赚的多，有什么好播的？确实，这十块钱交。你以为谁都是小太阳啊？十块钱，我靠！小太阳，人人都想播。我小太阳，我一天播八小时。我靠！主要是小太阳，我的妈，一天播365个小时。我靠！我靠！而且这个直播真的越来越卷了，以前我感觉直播就播三个小时，现在播五六个小时。我现在天天播三点钟，我容易吗？你们以为什么呀？我都是努力来的。我昨天到三点钟呀？谁昨天？我昨天两点下去跑3000米，你哪有下去播三点？你们大家都在睡觉时，我跑了3000米，我还是联络感情，你们以为呢？谁不是呀？谁不容易啊？谁不是呀？像大姐来了之后，我还陪大姐去吃饭逛街，我给提包包，你们以为呢？我背后付出的东西谁知道啊？我大姐都不愿意来找我呢。我们付出的更多啊！我跟你说，我们家里面其实三个人一起在过生活啊。还有谁啊？三个人，还有谁啊？你只有一个大姐吗？我觉得你不止一个大姐吧。对啊，你就一个大姐吗？就一个。那算了，那算了，我觉得我不惨啊，我很幸福。不比了。不容易，真不容易，别哭了。以为我干嘛全国飞来飞去的呀？还全球飞？我确实不是全国飞。你应该在哎，你应该在名字后面带个小飞机，他们就懂了。带飞机，你懂得更多，好是吧？这不是你给我讲吗？很多。哎，我看你是不是点过？这是不点过我的同事？这是泡泡，单纯的。你放你泡泡讲的，绝对不是我跟你说的。泡泡是海上飞。那我哦，对，哎、你这是出淘宝这个头像真有点东西啊！对，你这么一说，感觉是可以去游轮有那个小海豚，这个扑哧扑哧的啊！去游轮啊！对，那是搞这些可以是吧 ？Party， 懂懂懂。我觉得就我和蓝思思名字最好，就乌姐蓝思思三个字什么也没有，你这 N 也不知道代表什么啊，老铁不知道什么寓意，可能代表嫩、嗯、手嫩的意思。耶、yeah, yeah, ，来晚了，我告诉你，来晚了，来晚了。今天10:42了，咋玩什么呀？我们玩什么？先不说呗，最后看嘛，咱们对咱们最后看嘛，那来吧，要组队还是一二三四？都可以，一二三四吧。我们最后也可以，最后就那个最后分吧，可以可以，那打吧，先打，最后再说吧。行，来吧，好来 ，OK， 好，来吧，闭麦，闭麦，闭麦，哦，闭麦了，闭麦了，谁跟你一伙计啊？哎呀，西池，看了就烦，看了你也烦、啊，搞不清楚他们。要出啥呀？我出个黑吧。那好吧，来吧。黑白配。看我们相信的人都选了黑，你我肯定相信蓝总啊，我肯定相信蓝总。那超超先出去。OK， 对，现在黑。现在兰兰出什么？现在再说的话，就我也会出哈。嗯。超超说黑白配，超超说。黑白配。耶，怎么还转了？谁转了？我不想跟我一组。不是，谁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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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转了自己打出来。谁转了？谁转了？谁转了？没有吧？直接让他注奖励。谁转了？我吗？他做什么弊？他第一名做什么弊了？那他作弊不算。这样我跟作弊不算。哦不，我想说，我跟我忘了超超这回事了。我还说我跟呜呜剪刀石头布呢。那我们三个人石头剪刀布吧。三个石头剪刀布啊？是什么意思啊？赢得出来是吗？不是，就是不一样的出去。一样的就是自动为一家、哦、好剪刀石头剪刀布这样子我们只能放、啊、等一下我们只能放那个剪刀剪刀跟布只能放剪刀跟布跟黑白配差不多嘛、哦、只能放剪刀布好 okay, 行来石头剪刀布都一样一样的呀
石头剪刀布。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跟楠楠家吃过石头干嘛？我只能出布跟剪刀。你剪刀，你出石头干嘛？那没事了，没事了，误区。那我不好意思，重新来，重新来。没有，错了，没有，搞错了规则。没有了，没有了，你没有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搞的。那要是我是第一名，你们还会这样说吗？但是你不是，不好意思。但是你不是啊，不好意思。这就是人性啊，对，这就是人性啊，自己把人性看透啊，该长大了啊。我讲礼物误解吧。行吧，那我讲。叶子大王，叶大王在吗？叶大王。还要看一眼他在不在是吧？我关心他每天日常。他在。哎，叶大王，你怎么又来了？来了也不跟我先说一下，我都想你了。好了好了，你讲的有什么？你说吧，小兰。就说这两句啊，他都在直播间，跟他说多说两句。不说太多了，不说太多，因为这个来人太多了，还有小天连炮他们，我不想让太多人认识他。哈哈哈哈哈！有自己的小心思啊，确实有小心思啊，你。我只想让他守护我的郎朗。哦，郎朗，弹钢琴那个，不是郎朗，那乌姐这样，那个小太阳你先说吧，我一会儿再说乌姐吧。你想看他们干啥的演戏？他们俩演戏也行。啊，也可以，他们演戏吧，乌跟那个泡泡，泡泡或者超超演戏。超超他演不了，他只有坐那儿憨气。对啊，超超就演一个坐在那里的，什么都不用干。我感觉很不错啊，粉色出演。凭什么？他们说以为你在喝酱油，刚才给我笑死了。真的很像，真的很像，怎么会有这么大瓶啊？我无语了。我是很 PK 主播啊，输了喝酱油醋的。嗯，而且是那种海鲜酱油，真的是很大瓶啊。那种就是那个寿喜锅的那种汤汁。说的我好想吃寿喜锅呀。怎么样呢？让他们演吗？还是怎么讲呀？啊，不要，你就跟乌演。不要，乌都不想跟我搭戏。你这样，你就演你最拿手的。不，照镜子，他害怕。演你最拿手练的，又害怕了。到底是谁跟我演？请派出一个人。啊？谁？都不愿意演是吧？那我走了。巧了吗？不是，我也想走。你们要再这样，我真走了。我说实话，我已经跟你们玩一个小时了。反正这个蓝骑士小坦，你别怪我，是他们一直不派人啊，我要走了，我最后给他十秒钟了。就你吧，脚本讲出来，别滚刀了，你们。剧本子我听。没滚刀。剧本吗？乌姐，你们两个演主播行不行？演主播，我本来就主播。你这样吧，我演你大姐吧。然后呢？我给你刷礼物呀。这样子，乌演那种就是。性感的擦边女主播吧，我明白。然后我演个大姐啊，我拿你是大哥啊，我大哥大姐都可以。为什么不让我做大哥大姐啊？我已经天天在干，我现在在。然后演了之后还要约着见面出来见面啊。对，不能只在屏幕后面。就今天刷了一场之后下播，你等他下班的时候，你接他吃宵夜，然后你俩见面第一次面基。可以的啊。什么吃宵夜？就他现在在帮你打 PK， 打完这场 PK 之后，你俩要见面。我是那种啊，我然后你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然后你见了我是一个那种60岁老头啊，戴老花镜那种啊。那我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你怎么说这么？你想让我演大妈还是演大姐啊？那我现在先打 PK 了啊。行，可以的啊。擦边主播。家人们，家人性感女主播。对，性感一点。那我不得他帮我赢了我再开始性感吗？过程我放暂取的。你肯定是要性感啊。那时候就是要勾引他们上炮啊。你喊票都不带跳的吗？不是你这男。这样子哥哥赢了的话不是我请你吃饭。不是摸一下脖子啥的。不是你见过哪个性感女主播她还没有大哥还没帮她引起心跳那是赔钱货。那肯定是拿下。你这样拿下你怎么才跳大哥呀拜托你这样子大哥怎么会留你留下脚步啊。你输了才跳吧赢了为什么要跳啊我这样，我你这样，才跳你演大哥，我演主播啊，我演女主播，你演大哥啊。好好，那我演大哥。你好，我看你费劲啊。你们这么会说，你们家好像有很多爱情守护啊。你别管。那我演大哥好吧？哎呦，妈呀，这个灯光一下，怎么我这都不用打了感觉？谢谢。这小妞长得啊，你们俩现在闭嘴，我和她在演戏，吵死我们的耳朵了。呀，这小妞长得挺板正，像贾玲啊，给刷点。你好，
叫吴姐，刷一个小飞机。他叫吴姐，不好意思啊，叫巫女王。谢谢吴姐。我来再送嘉年华。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啊，吴姐？喜欢啥样女孩？喜欢像你这样的，唱歌好听又长得像贾玲。我喜欢这种胖胖女孩。小妞，可以吗？我发晕吧，这小妞刷多少可以让你出来？那个姐姐，就是你这样吧，你给我上。等一下，我刷个，你先闭嘴，我刷个抖音号，你先闭嘴啊、哦，给我留五秒钟，我先刷个抖音号 ，OK， 你不要叫我巫姐的，叫我巫女皇。巫女皇。你等一下，你要这样，我现在刷了啊，我现在再给你刷一个这个，娶你回家。等的人家都等的花都谢了，充了半天你都充不进来啊！我这没刷吗？你没看着啊？是我。你想要什么礼物？告诉宝宝。那人家肯定想要神秘商店呀、啊。神秘商店什么礼物？我给你刷华子可不可以？最贵的。我只想给我女人最好的。可以是吧？那先看你表现，看你表现。看你表现，巫女皇，能换一个颜色的衣服跳吗？不喜欢白色，不喜欢白色，或者把衣服脱了跳，能不能加微信私信我跳？我给你刷十个华子，下一把 PK 我只要你，你现在去连小时榜一。姐，我还要换衣服。先不跳了，先不跳，来，你不相信姐的实力是吧？姐，我觉得现在去点小四班榜一，快点去。来，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你们不打算见面了是不是啊？也是赢了，大哥当成赢了是吧？你没当过大哥是吧？没当过，一直命令我，命令人啊！你搞得我天哪，你天哪不得了！我就你一个大姐是吧？我干嘛我就干嘛，你小是吧？对，我们要眼见大姐。你直接说多的了，你直接给我上三个华子，给加私人微信。别说了，下来再说啊。行，三个华子加私人微信是吧？啊，那我先给你刷好吧，小妹儿。一个、两个、三个，刷了。谢姐能行。你几点下班？我接你去。我下了，下了行，那你把地址发我接你去啊。好，好，你别在直播间说呀。没事的啊，你别懂，你别说这些了啊。那个什么，我们下来再说吧。好，你别说。行，兰博基尼驾他，驾他，空空空。然后我到了啊，下来。好，我走了，我过来了。我开车门啊。你卡了。我感觉你好像憋在这里直播。对，他好像那儿卡了是吧？你好卡呀，胖妹妹，你现实生活中怎么带卡顿啊？啊，我卡了。你是会闪现吗？你好吓人呢，你真的？我怎么卡？你是妖女吧？你是？为啥见你面是卡顿这么卡顿啊？咋跳过来的？没见你走路啊？知道啊。嘴巴在前面说，声音在后面追。你是妖魔鬼怪吧？你怎么没有走路，是跳过来的？我这。哎，宝贝，我这真的一直显示卡顿呢，怎么办呢？这怎么回事啊？你给我拿个那个贴子来，快，手机烫的不得了。你是 AI 哦，你搁家里直播都是 AI 是吧？不是真人。不是，这样好，可好。哎呀，你特别卡，真卡了，现实在卡顿。那怎么办啊？那别玩了吧，行了吧，就这样了。我贴个那个贴，六万票啊，六万票。他这么卡，我大姐要退票一会儿。大退票啊！那你等，让你大姐等会儿，我卡死了。我去，你要是这样的女主播，我不给你刷礼物。真的，上来打个嗝，吃啥了？那么大，昨天的蒜味都闻到了。先好了，他先换网去了，应该是。不知道去干嘛了啊！我贴这个冰贴呢。手机太烫了，确实发烫了，就那个啥。我现在也手机开始烫，刚才上也是。要烫了就快坏了。还卡吗？还卡不卡？不卡了。好像是不卡，可能是你带的这个，你带的这个特效是怎么回事？刚刚卡。
能不能行了？哎呀，怎么又掉了呀？我走了，我走了，我玩不下去了，我走了，请谅解我的不辞而别。哎，这样子椰子大王到时候都不给你刷那个。不是不是，他这样太那啥了，我真的要走了。你好急躁啊，有人等你啊，你敢，有人等我，谁等你啊，装有人等我，装在这个互联网上，主要是好是吧，主要是今天龙舍直播了，我想跟他连一下，有的是时间，哪有那么时间，都十一点了，都十一点了，怎么他现在要下直播啊，那行吧，快来吧，然后我下楼吧，他应该不卡了吧，让龙龙进来跟你演，你好大的牌面啊，你喜欢上我龙舍了好难过呀，咋的，你在演吗，你现在演戏吗，你在干什么，泡泡你在演戏吗，我喊你了呀，乌，你是乌姐吗，嗯啊，是我呀，你怎么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呀，你好像就是你跟我想象的也不太一样、你比我想象中还要放大几倍啊，嗯、就是、什么时候剪的这个头发，你不是喜欢那种丰满的吗，你跟我说是丰满的，但是不是这种发型，像个马桶盖一样。你为了我留长发可不可以？可以的，我以后天天守护你。可以的，姐姐。我送浪漫城堡送娶你回家。可以，可以。什么都可以啊。我马上换发型，我明天就去接头发，姐。小手摸一下。这么粗糙，怎么干这么多活呢？姐，你真的好，人家是女孩子呀，你怎么这样伤人家心啊？你不是，因为你知道你的手，皮肤了呀，知道你的手为什么这么粗糙吗？为什么？因为之前你没遇到我，没有人保护你。以后我守护你，在这个互联网还是现实，好不好？以后我去了，以后这低保啥的都给你，我受益人也写你。那你别骗我呀，姐，那我以后都跟着你。不骗你，你坐离我那么远干嘛？这车这么小，坐过来，坐我腿上。啊！坐我腿上，我他妈都想走了，我听的，好恶心啊！我也演不了，真的吗？姐，你把那个什么，你把手给我一下呗，散会吧。要我手干嘛？主播像你们这样子的呀，手给你一下，我受不了你俩了，真是服了，真是。那有些爱情守护，他见面不就是要这样吗？三个华子，见过这样的是不是，我受不了、啊。没见过，只是猜测测的。猜测，我觉得应该不会吧，搞不清楚，肯定有。你看他，我觉得应该是那种上了年纪的比较多。在找东西啊，他一直这样。我手机支架，我手机他妈又要掉了，我在弄手机呢。就你让你大姐给你买一个新的手机支架不行吗？在大姐那赚这么多、啊我不会问他们要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我也会自己买的，知道吧？他暗示了，家里他家里花的，买的那就不要就行。我只要你暗示了，我爱这个屁，我真不要这个。骨头棒，赶紧寄支架啊！行了行了，先走了，走吧，拜拜。行吧行吧，走吧。晚点再连。晚点见，拜拜。跟他玩一个小时。拜拜拜拜。走了，拜拜拜拜。哎，要是我掉头就走了，受不了。我听着我都觉得压抑，一上来就攻击人家。